谢谢，明天见。Hello， 李先生你好。嗯哼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你去了现场以后有什么感受嘞？就是斥巨资。斥巨资。对，斥巨资。对于明天你要见到迪丽热巴和杨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是终于可以见到迪丽热巴了，真的超级美的，好期待哦。明天我要穿的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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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因为明天是星光大赏。佳琪今天要参加星光大赏，你今天妆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头发不一样，然后底妆还是用的是娇兰粉底液。你对这次星光大赏有什么期待吗？一定不能说错名字，就不能把迪丽热巴说成古力娜扎，说错了我就直接从台上跳下去。那个台也不高啊，就直接跳下去跑了。顺利完成我的任务，给大家送礼物，给我们送超多礼物。但是我今天头发很好看，就是很帅气，很长，因为有很多的假发。美们，杨洋来喽！有请有请。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。首先第一个来我直播间的呢，就是一定要给大家一个福利。我听说你已经把红包的口令已经写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，要拿出来了，红包口令要来喽！红包口令你把它写到上面了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第十，赶快去抢红包喽！法国娇兰，买它，赶快抢红包！我们抽一个女生送杨洋拿过的玉婷兰花的面霜给大家。玩个小游戏好不好？叫东问西答。你的粉丝叫什么？你喜欢吃烤鸭吗？你现在想做什么？大家身体都挺好啊。最喜欢的数字是什么？买娇兰了吗？买娇兰了吗？ OK， 对，三加二等于几？五。最近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关心就是我真实的回答，抽一些时间去陪陪父母，陪陪父母，陪陪家人。那你回家过年会买什么东西吗？买它，买它，买娇兰礼盒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好送人，因为都是新春限量版的，包装都很漂亮，然后红色的呀，就包括我们的香水也是红色的，特别开心杨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大家也一定要多多支持杨洋代言的娇兰，好不好？一起用娇兰让自己娇艳绽放，迎接璀璨新年。买它，买它，谢谢，谢谢杨洋，谢谢。在圣剑台升上来什么感觉？就是感觉看演唱会的感觉，哇，旁对面都是星河闪闪，然后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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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，那个导演说佳琪太高了，你在摄像台上如果你站起来的话就会露一个头出来，我就一直蹲在那蹲着，蹲得我脚都麻了。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感觉心里边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像就是跟大家直播是一样的，对，把我的使命完成了就好。那接下来要跟热巴直播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是好好看看她，太美了，她肯定，对的，真的终于见到热巴本人了，马上就要跟她同台耶，好开心哦。买它买它买它，享受你枕上书的追剧好时光。那小红酒，你也为大家来打个广告吧，你的定制卡来打个广告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但是枕上书也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腾讯视频 VIP， 可以抢先看到更多精彩内容。三生三世枕上书，看它。第二次那个上台了，然后什么感觉？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因为刚刚升上去的时候是跟一个女神升上去的，对，所以就又激动又兴奋，然后又熟悉。热巴好看吗？好看，非常非常漂亮，真的，那个鼻子，我的天哪，比我的鼻子还要高，感觉。哎，你有没有跟她合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？没有，因为来不及。但跟她打了招呼，说下次有机会可以再合作。